三边坡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异域世界，你们将跟随沈星经历重重冒险，想方设法地活过每一集。来到三边坡，努力就发财，是努力重要而运气重要。奇观世界，行行业业，形形色色，归根结底都是利益在跟你做一笔交易，过程当中有凶杀威胁，见不得光的东西，敏感不黑。沈星最开始他是作为一个见证者，天真这样的人事儿都和我想的不太一样。他有几张脸大家也摸不清楚，哪张脸才是他的。人在江湖啊，然后在那儿我觉得你要比说是有一个破稳一个两尊刻意爆发，因为你必须保证它的规模，保证它的真实性，保证它的质感。这个国度还有语言都是被创造出来的，对演员提出了极大的要求，语言不能变成自己的障碍。猜马萨利让人沉浸在这个世界里，那些人不把生死当回事。四个字啊，三边坡的这些个迷幻的呀虚妄的东西，它这些个繁华表象下人性残忍的那一部分，这些内核上的东西吧，我觉得很有张力。这地儿规矩就帮忙就得他妈拿命帮是吧，我非常用心去诠释的一个角色。我们将呈现一个哭天喊地的郭麒麟，以及继古惑仔无间道之后更深邃的吴镇宇。希望大家呢能借用我的眼睛来看一看三边坡的景象。